张书伟去年年底与永兔宣布和平分手，事后两人也大方同台接受采访。近期他演出《市井豪门》，在剧情前半部，他与谢金颖大谈办公室恋爱，双方的感情戏相当甜蜜，其中有场酒后的吻戏，两人更是亲到忘我。对此，不少粉丝直呼真的太配了啦！引人注意的是，近日有周刊拍到两人收工后，谢金颖回到张书伟住处，疑似假戏真做。消息一出，张书伟的经纪人也大方承认是的交往中，随后也透露两人感情是在今年才开始萌芽。对此，凤凰艺能经纪公司也表示深深祝福两位。事实上，谢金颖在上一部戏传出与同剧演员许仁杰太过亲密，因为对方已婚的关系，谢金颖为此遭到外界谩骂。如今公开与张书伟恋爱中，不少喜欢圣洁 CP 的粉丝都开心直呼两人真的超级搭。你讲就是。Bye.